爹地，你敢袂记诶？你是因为方云月先生不甲差点无命哦！你即马搁咧要紧过，是毋是会当得着财产？借问一下，钱较重要，还是你诶命较重要？卡叔遐个财产啊，拢是子祥诶，当然是比我诶命较重要啊！爹地，你敢会受害吗？钱绝对无比亲人搁较重要。你讲你要摕你诶性命来换我继承财产，我嘛不爱，而且。今麦根本就无啥物遗产的问题。阮爸就活了好好，要赔啥物遗产？你无信？方老总裁，虽然你袂晓讲话，也毋过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影，你咧笑我。你咧笑我落到今麦这个地步，你咧笑我。无人会当把你家产拢抢走，你免想过滴。以后安怎讲唔知影，以后会变安怎？我敢看袂出来。反正你已经变无脸啊啦！抓掉呀！抓好就好，莫讲话遐尔歹听。阮爸来甲你看，就表示讲真感谢你斗三工，看到无？想怪掉你去死！你看伊的表情，敢是来甲感谢的啊？看伊安尼笑，我都无欢喜啊！伊就是来看我落座。看伊落座，那你敢有需要叫卢律师替你办搞保啊？爹地，你莫对阿公这种态度好不？阿公确实真无欢喜你，啊，不过一项还一项，伊真正就要紧你的呢。想煞踢球你啦！我就知影你踢球啊！虽然你不晓讲话，也毋过我真正知影你咧想啥物。爹地，你莫伫遐甲伊讲家己，阿公根本就无讲话啊！看到别人伫遐笑，不过是讲伫遐笑你哦，真正是幼稚园小朋友。也毋过，啊！你想好点点无？啊，若无去出院哦，就直接看手术。你是在笑啥？我是在笑我家己。我感觉我真悲哀，辛辛苦苦一世人，到最后是一条空。不管我安怎打拼，也是比不过大舅太。一出事，啥物拢免做，都啥物拢无。成功还是失败，跟你出事有啥物关系啊？你莫就是讲有钱就等于成功，好无？那你跟庄玉柳先无共款啊？你是唔通袂记哦？你还顾子庭、子祥在幼学哩？子庭遐尔爱甲你奶奶，子祥遐尔敬重你。虽然讲，伊拢对你的人品啊、个作风感觉真有疑问，啊，不过伊也是真要紧你的安危好。即摆子祥，敢真正是我的子祥，真怀疑。你即马是有袂讲啥？我老实甲你讲，半年前子祥无害失踪的代志，其实迄个时阵，我已经知影子祥是我嘞。一段时间，子祥毋是因为畅醉失踪去菲律宾疗伤，真正原因是方云云甲高天佑因两人起冲突，连带。去害了子祥，伊才跑到海内面。照尤奇安尼讲的，后来伊两个人把人救起来，因为高天佑已经死了，子祥也受重伤，所以迄时阵曾华丽就甲方圆甲子祥作为带去日本疗伤。张家良，你怎知影子祥无死？你煞无甲我讲！你著安尼目睭金金，看着我伫遐伤心痛苦，你敢知影失去囡仔的痛，是比死搁较艰苦？你害阮所有人拢承受失去所有人折磨，你煞常常想要歹搞。迄个时阵我有苦衷，我即晚毋是甲你讲啊。啥物苦衷啊？你敢想要做织田雪行，我必一只狗。伊叫你卖肥，你就卖肥。
刚才要这段时间，子婷就讲着子祥，都一直哭一直哭。你要讲你爱子婷，你讲你无资格做你的爹地。你生我这个嘴皮我忍的，是我唔对。迄个时阵我嘛想要讲，也我有顾虑，因为子祥的勇气佮掌握你的手来，伊唔予我知伊的下落，我唔敢欺负无道，你知无？我拢给吞下，都是为了保护子祥。你莫要偷了我村头耍，要讲你袂当讲，我无资格做伊的爸爸。哪里的？你是伊的妈妈，你阁为子祥、子婷做甚物？你甚物拢无，你有一堆啊！哪里迄时阵白讲，即马现在要讲，超过要搞我人心。你受不了啊！我无必要安尼做，我只是感觉。有一件代志我要跟你参详，也毋过一件代志，敢若会当咱两个人知影，而且甲咱两个人，才能查出真相。什么代志？我怀疑子祥是假。你即摆是讲什么笑话啊？我要处理方宇，我要给伊机会，咱继续谈谈。后来有个再来求方宇，伊是条件，要甲一堆秘密拢讲出来。其中包括方圆圆真正的身份，还佫伊对我讲一句话：，即摆子祥毋是我的囡仔，我感觉这句话真可疑。我感觉伊安尼讲，我真认同啊。咱两个早就离婚了，敢毋是？这子祥根本毋是你的囡仔，伊细胞安尼真合理啊。伊之前选毋是甲你比拼啊？毕业的时阵，啥物拢讲出去，敢不是？我看会出来，尤其一定有我想要毕业。你唔知啊，郑华丽以前人话影响，也当为着方圆圆的心事，伊赶快要对子祥安尼做。瑞华无甲家己的囡仔顾好，互人偷挖。啊，不过子祥出现的时阵，我是有顾条条啊，无可能互人偷挖。我唔是讲子祥一出事互人偷挖，我是讲，我也袂当讲出指点建设就是高质量的代志。我是讲，子祥伫日本疗伤的半年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，非得一回来以后就是怪怪。以前我家己所有的监督，伊拢放袂记啊，伊即马根本无以前一半实力。就因为伊退步啊，所以你怀疑伊，敢袂想要好笑啊？你莫袂记，你受过遐尼重的伤，身体退化这真正上代志，有甚物好奇怪啊？不是，文玲，你无咧运动，所以你无了解。一个人就算讲失去所有的记忆，也毋过伊的肌肉记忆是袂消失的。除非，伊毋是自杀。到底在胡白讲啥？伊毋是自相是相。我嘛希望我的怀疑毋是真的。非得你较注意自相呢？因为我咧想，尤其伊无可能无来无去安尼讲。伊讲话本来就袂听的，伊就甲伊妈妈庄玉仪共款，老讲白话，老编故事。你感觉伊有问题？既然甲伊困遐尼久，我看上有问题的人是你。你今晚是在吃什么醋啊？上在吃醋，你水命啊！我今晚是在踢球哩，我之前学安尼扛在行，安尼行来行去，行入去迷宫内面，行不出来啊！所以今晚在汪汪叫求救，你应该死好。好了好了，就算我在迷宫内面好啊，安尼你满意啊？实在你变哪看我，非得你较注意自强就对啊，妈咪。你搁有代志要找我？啊，我想讲，伊只搬动的，唔知搁有欠啥？啥物拢无欠啊，啥物拢有啊。你搁咧烦恼我的伤？是啊，啊本来想讲哦，替伊推推的，啊想讲你伫无闲，我就袂记的。哎呀，我误会啊啦，所以较无头绪。来，你坐啦，我替伊推推。我家己来就好啊。
我来啦。我来啦。叫我妈咪看。那有。这伤痕是为倒位来的？那会使严重？这是伫泰国内底啊发生意外，即摆已经无代志啊，已经好啊啦。自相背后的疤，是伫泰国一家的时阵受伤的。伊若是无伤的，哪有可能连扛住的一模一样？我到底伫咧想啥？我竟然受了庄家良影响，对咧恶变心。一定是之前雪头过安尼讲来家己吓惊的，伊向伊讲才会中计。安尼腿腿是不是较爽快？是啊，多谢妈咪。因为宇飞付出很多，我计做是伊阿人失踪的看护，你拢做到这款程度啊！伊若是唔肯接受你，你是要怎？妈咪，其实宇飞早就对我有好感啦。伊哪会知影？伊接受你啊？伊就是因为介意我，所以就无希望我伫伊身躯边。伊感觉家己会对不起高天佑。所以都不敢接受我，甚至希望我离伊愈远愈好。是安尼啊。我嘛了解宇飞的心情啦，所以我嘛无勉强伊。我敢若希望会当加陪伊一段时间，踮伫个身躯边，互我照顾。有时阵，我甚至希望伊目睭，我请你紧好起来。安尼我就会当陪伊较久。妈咪，我有这种想法，是不是真不应该？我感觉你安尼想，这嘛是正常的代志，你莫想过自己了。家里好好打拼，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再想到。伊过咧等高天佑，我得甲过一段时间，伊就会跟爸爸。周慧平倒转来啊！伊袂转来啊，因为高天佑已经死啊。高天佑毋是失踪，妈咪，你哪会当确定伊已经死啊？张家良讲，织田雪安尼讲过，嘛真有可能织田雪在骗人啊！我哪会当相信？啊，这是妈咪有的啊，毕竟已经失踪一段时间啊。妈咪嘛希望。高天佑会当平安回来，啊！不过我上较要紧的是你的幸福。我的幸福甲高天佑的性命互相冲突。我若是希望我会当幸福，那呢，我这就是一个真自私的。哎，你莫安尼想嘛，无得靠有一天，宇飞就想通啊，伊愿意甲过去放下，伊愿意接受你对伊的爱啊。以后的代志，啥物人知影？家里好好打拼，就莫感觉对不起任何人。多谢妈咪，那呢，我会继续好好对待宇飞，陪伊等待高天佑，我真期待伊当接受我。我的后生哦，真遐尔优秀，不过迄个机遇哦，杀掉你。今仔想想的，应该早就知影家己只恋爱啊。所以才会刚一直跟你哥哥弟弟。